少爷，几成啊？50%，真抱脚不动。但是，绞死他们！子谦，他们都是我家亲戚，来京城考学的。亲戚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远房的，住店去。穷亲戚没钱。 要有钱也不至于来投奔我吧？我家又不是善堂，不成。那你是真不打算帮我了？不是帮你又愿意，帮两个不明不白的大男人，愿意的那是傻子。那好吧，我就把他们带回去，住我家了。到时候别人说闲话，你别在意啊。哎哎哎！住你家更不成啊！那你说怎么办？ 王公子，你这个鸡怎么还有肠子呢？这鸡没肠子，怎么拉屎啊？不是，它这肠子它得取出来呀。你不是让囫囵个儿炖吗？那你也该开膛把内脏取出来呀。开膛还叫囫囵个儿炖啊？我还纳闷呢，以为你们广东人就好这口呢。<笑> 什么呢？哎，王公子，我找着你的大金刚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。 阿玛，你看，让阿玛看看。没事儿。怎么一点不小心呢？啊，一点都不疼。王爷，您请坐。刚才阿玛站在这看了你半天了。你绣东西的时候，跟你额娘一模一样。 阿玛，你给我讲讲额娘的事吧。你额娘啊，那是我见过的最最漂亮的女人，她的那双手是这世上最最巧的。别人绣牡丹，绣凤凰，她呢，绣了一只蝈蝈送给我。<笑> 默默跟我说，额娘只有为您才能绣出最美的图案。你呀，是你额娘留给阿玛最好的礼物，也是阿玛在这世上最放心不下的人。你心里的苦，阿玛知道。你额娘是汉人，福晋、侧福晋对她那个样子。 阿玛都看在眼里了。那个时候，阿玛就发誓，永远不再让你受到伤害。
阿玛，您送我上学堂，婉玉想要什么，你就送给婉玉什么。婉玉已经很幸福了。在这世上，只要阿玛疼我就够了。学堂里边开心吗？嗯，开心。月儿，现在啊，时局动荡，万事千万要小心。 想单独接近婉玉不容易，每天上下学，他都有嬷嬷陪同，家庭护送。不着急，慢慢想。革命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还要通过婉玉接近六王爷，那是难上加难。 不过婉玉一直想去郊游，可是她阿玛又不会同意，因为担心她的安全。我再想想办法，争取约她出来玩一次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要保证她的安全。邓小姐，你放心，她的安全包在我身上。婉玉平时很少与生人接触。 家教也非常严格，所以第一次见面一定要让他有好感。怎么样才能有好感？他都喜欢什么？你怎么样，他都不会对你有好感的。你就负责保证他的安全吧。哦。婉玉平时喜欢吟诗作赋，尤其喜欢《石头记》。《石头记》那可是朝廷的禁书，我没看过。 找什么呢？找本书。《石头记》，那是禁书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还有别人不知道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 秀，你真是革命党。是。那俩小子不是你的什么堂兄表弟，都是你的狐朋狗友。是革命兄弟。秀，从小到大，你想怎么玩我都依着你，但这事儿不行，革命是要掉脑袋的。 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告诉你爹。你就这点胆子啊？给你个棒槌，你就当真是。告诉你，我当革命党都2年多了，现在这脑袋不是好好的吗？那你也不能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啊！你还把那俩小子放我家，我脑袋怎么办？给阎王，阎王都不要。哎呀！ 革命任务就是教游背背诗，没什么危险。再说了，他们待不了几天，只要想办法让他们去顺天学校读书，他们不就搬走了吗？那谁知道你窝藏过革命党？嗯，他们走了，那你呢？你要革命到什么时候？到革命成功的时候。不可快了，慈禧一倒台，天下都是革命党的天下了。 到时候，为革命出过力的人都是功臣。
少爷，少爷，这画的谁呀？放下，别把少奶奶弄脏了。少爷，怎么突然想起念书了？府里上上下下都在议论。议论什么呀？都说少爷长进，做起石头的功课了。真的？ 哎，少爷错了，抄完这句应该接这一句。您抄串行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读诗就得这么读，才有乐趣。女儿悲，嫁了个男人是乌龟；女儿愁，绣房里钻出个大马猴。 王公子，格格喜欢这样的诗啊！这诗是直白的，可他形象一针见血，道尽天下女人的心声，在京城，尤其是宫中流传甚广。我看是好事，意思好懂，说的也都对。你想啊，谁房里钻出个大马猴，不愁啊？ 是愁，可我们是去郊游，这首诗不太应景。这里边多着呢，也有咏桃花的，咏柳絮的，你全都背下来，到时候随机应变。饿了吧？快吃了，嬷嬷。 当初额娘怎么会想到绣蝈蝈送给阿玛呢？你额娘，深知王爷的喜好，她这一生就绣了这一只。我也想绣一只不一样的送给阿玛。嬷嬷，你教我好不好？我也没有见过真正的蝈蝈。正好明天有同学约我去郊外，我去抓一只回来。 这可不行啊！这事儿要是被王爷知道了，怪罪下来，我可担不起。再说，现在外边多乱啊，可不能乱跑，啊！白玉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你这种打扮呢。 真好看，来，你再把这衣服穿上，就更像学生。嗯。秋花惨淡，秋草黄，耿耿。 耿耿秋灯秋夜长，三哥，干嘛？我觉得你这不对，你现在这山清水绿的，你那秋草秋叶这不好，这个，你换一个。粉饰百香洲。 香香残燕子楼，三哥你怎么打磕巴呢？昨天不是背的挺顺的吗？怎么你不能打磕巴啊？革命成败全靠你了呀！哎呀，你先别嚷嚷，你越嚷嚷我越想不起来。一团团，对。
一团团君子好逑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得看着我。 在下周鲁，他是我二婶家的弟弟。你自己介绍吧。清明替送江边望的江，一捧镜头远方流的流，江流。哎，还有一个人呢。我在这儿呢。他是我，他不用介绍，我认识。天下第一球。 你也来了，天下第一虫，我认识你。 你知道蝈蝈吗？当然，我是谁呀？天下第一虫，能有我不认识的吗？那你能帮我抓一只蝈蝈吗？这蝈蝈的种类得分南北两大类，具体的有啊，铁蝈蝈、绿蝈蝈、山青蝈蝈、草白蝈蝈、异色蝈蝈。秋花惨淡，秋草黄。 耿耿秋灯秋夜长。你接着说。这蝈蝈中的极品啊，那得算绿蝈蝈。粉坠百香洲，香残艳。通体碧绿，毫无杂色，绿顶红牙。 杀手的武功比我高强，只是力气比我小，他手下留情了，否则咱们谁都跑不了。我都要被吓死了，你还笑得出来呀？ 江公子真逗，你读过石头记？烂熟于心。那为何将宝黛的诗弄混？混了吗？这上下绝，断篇少句不说，词的意境也大为不同，怎会是一人之手？还有，是一团团逐对成球，不是君子好逑。啊，我看的是手抄本，可能有些出入。 江公子，石头记是禁书，不许读的。你以后千万别在外面乱读，会惹祸的。啊，记下了。
王爷，说，有您一封信。谁送来的？没见到人，信就放在门口。快去，把赵福叫来，就说我有事找他。这。万里神州今去矣，劝君梦醒莫徘徊。王爷，这是革命党的事啊，怎么，他们要拉拢你？拉拢？劝君梦醒莫徘徊，这是要挟。没想到，革命党也是一群匪类。竟敢打我府里人的主意！我已经让人去接格格了，别人我不担心，唯独婉玉。王爷，老奴有话。说。这诗是革命党的，可是信却不是。写信的另有其人。什么意思？这纸看似普通，素面干净，可是它却不是普通的纸张，在市面上是绝对买不到的，因为它是专门为武英殿刻书所用。宫里的，王爷，您闻闻。沉香。老奴起先也不敢断。可是这沉香味儿啊，沉香海底木，专门给宫里的密探辟邪用的。是。王爷，王爷，格格不见了。你暗马肯定急死了，没准正派人四处找我呢。我送你回去，跟他解释一下。不行，不能让他知道我跟你们出去玩了。我还是自己回去吧。那好吧，你自己当心婉玉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哪儿了？上学去了。上学？到底去哪儿了？去郊外玩了。你到学堂才去了几天呢？你啊，你学会撒谎了？谁教你的？阿玛息怒，知错了。息怒，连阿玛你都敢骗，你眼里还有阿玛吗？阿玛，什么东西？给阿玛。就为了这么个小东西，你就敢撒谎逃学？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
出去！我不想见到你。阿玛，出去！阿玛，别了！听说老佛爷查进了正文社，嗯，那什么罪名啊？纠结乱党，阴谋善乱，宫里的后党开始动手了，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王爷的意思是？都是些轻弹之徒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要想保家亲王，还得依靠乱党那些亡命之徒。乱党，王爷，奴才只是越来越糊涂了。那帮乱党可是要推翻皇上的，朕要跟他们联手。权宜之计，事成之后就由不得他们了。奴才明白了，王爷是借乱党之手来对付老佛爷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奴才该死。这么大的火，额娘的蝈蝈绣得那么好，我也想绣一只送给阿玛。你的心思，你阿玛明白，你别往心里去了啊。阿玛第一次发这么大脾气，连学校也不让我去了。没事的，明天给他赔个不是就行了啊。王爷，有件事，你去办。王爷吩咐，找革命党，我要见他们。老佛爷的人已经开始动了。那奴才再去趟南阳，来不及了。想办法找到京城的革命党，让他们通知南阳的党首。这还有一件事情，我现在越来越不放心格格了，我担心他们会对格格下手。可把他关在家里面也不是个办法。如果王爷信得过奴才，奴才愿意天天接送哥哥。听着，哥哥要是有什么闪失，
你试问。这。去吧。嘉佑哥哥，你来一下。你读的《石头记》一定是断了篇的，我把我的借给你，你偷偷的看，千万别让人家知道。我又看错了。错倒是没错，就是太粗俗，不是《石头记》的精髓。对了，我看你喜欢虫，我抓来了一些。我这什么都有，有蛐蛐，有蝈蝈的，你想要哪个？全是好虫，都是我的宝贝。这两个是我抓的。那我就要这两个，其他的都放了吧。好。哎呀，哎呀！哥回来了，进去。好听，好听。听到这么多东征一起响吗？再仔细听。这生老病死，命运沉浮，人生的所有秘密都在这里头了。宫里传出消息，老佛爷快不行了。这个东西再想他个几日啊，老佛爷怕是听不到了。咱们的皇上马上要重见天日，这个时候老佛爷的人一定不肯善罢甘休。交给你的差事抓紧办。禀王爷，奴才已经办妥了。找到革命党了？是格格找到的。你说什么？啊，
格格已经先奴才一步，跟革命党先接触上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啊，刚才奴才去接格格，在学校门口看到一群人正在跟格格说笑，奴才走上前去，突然发现其中有两个正是奴才在南阳找到的革命党，看起来他们好像已经是朋友了。不应该走。对呀，三哥，你说这太监虽然腿瘸了，但他功夫还在啊。他要真想抓咱们的话，他刚才一个都跑不了。他是碍于婉玉才放你们一次的，你们必须马上离开。不是，我任务还没完成呢。你们的任务都已经失败了。没失败，没失败，我已经接近婉玉了呀。什么接近呢？你们的身份都已经暴露了，你们的任务完不成了。不是，事情没到最后，你不能下这种定论的。最后，大家的脑袋都没了。真想不明白。上级派你们来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，你们的任务完不成了，现在马上给我离开京城，快！我不走，我谁都不许走。你们惹了掉脑袋的事儿，就想一走了之啊？你们俩谁敢迈出这个门槛，我就劈了谁。子谦，三哥，咱把这小子给忘了。说实话，现在这事儿把他们都牵连进来了，如果真走的话，还得一块儿走。你说的容易，我要走了，我爹怎么办？我的仇人怎么办？我的家产怎么办？你们俩去跟官兵说清楚，谁都不许走。好。我们不走了。跟阿玛说实话，他是什么人呢？怎么认识他的？他是玉秀姐姐的表哥，从南边来京城的。那他到学校来找你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给孩儿送了几只蝈蝈。蝈蝈？嗯，他知道孩儿喜欢。这么说，那天逃学也有他？听阿玛的话，以后不许再跟这个人来往，还有邓玉秀。我看这个学先别上了。阿玛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是好人。傻丫头，好人坏人是写在脸上的。可是江流哥哥救过我的命，他是我的恩人。恩人？嗯，我怕阿玛担心，一直没敢告诉阿玛。上次出去郊游遇到了蒙面人，他二话不说举起刀就向孩儿刺来，是他们挺身而出，孩儿才毫发无伤，江流哥哥还受了伤呢。如果是坏人，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时候还挺身相救呢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瞒着阿玛？你知道他的身份吗？我知道，他是来京城考学的。告诉阿玛，怎么才能找到他？阿玛，是我求玉秀姐姐带我出去玩的，你可千万不要怪罪他们。阿玛是想当面好好谢谢你的救命恩人。真的？谢谢阿玛。以后有事不许瞒着阿玛。嗯。三哥，没想到你也学会绑人了啊！哎，你说啊，咱俩从加入革命到今天，除了绑自己人，还干成过什么事儿？干成了呀！咱们还保护了孙先生呢。
是人家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魏先生说咱们俩为革命立过功，你说这功真是咱俩立？那要你这么说就不是，那功是同盟堂和太监的。第一次领任务出来，到最后还是绑自己，看来咱俩真的是干不成什么事儿了。三哥，你绑他俩绑的对，我就是不是就咱们一把子力气还没使呢就给憋回去了吧，我不甘心。我也不甘心。那你说咱们是走还是不走啊？毕竟第一次任务咱们失败了。没有失败，就算失败了咱也不能走。咱们走他们怎么办？咱们现在把他们绑上，这官兵一冲进来咱们还能引一段苦肉计，还能为革命留住几条性命。官兵不来是咱俩命好，要是来了咱俩就跟他们拼了。只要他们两个咬死说是被逼的，好，那咱们就等着，咱们喝酒等着。心中有太阳，哪怕黑夜再漫长，总是小小的萤火虫，也有划破夜空的光芒。如果心中有方向，哪怕沼泽遍四方，也能听到夜莺歌唱，迎着曙光飞翔。亲爱的姑娘啊，我为自由上战场，我看到你眼中有泪光闪亮，长发在风中飞扬。啊，兄弟啊，我们肩并肩上战场，如果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，请把我埋在开满花的山岗。在。